九月二十八号下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。习近平指出，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很有意义，有利于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。这些年来，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，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，为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积极事情。 这种合作非常珍贵，应该长久坚持下去。世界由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，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古老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之一。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更紧密合作，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，促进各种文明交流互鉴、包容合作，助力世界和平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习近平强调。 中国有十四亿多人口，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。中国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为此，中国坚持科教兴国战略，积极推进教育、科技、文化事业发展，重视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各方开展国际交流合作。 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努力，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作出贡献。阿祖莱表示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，中方支持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，对促进全球妇女和女童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同中国在广泛领域拥有诸多重要共识，并开展良好合作感到满意，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学、文化、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，凝聚更多国际共识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王毅参加会见。